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分别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在8月9日同一天，苏联根据在雅尔塔会议时对美国和英国许下的诺言，以150万的兵力向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军队发起了进攻。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8月15日，日本天皇终于宣布投降。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话呢，非常的高兴呐、因为我们这个叫抗战8年呐、好容易啊才取得这个胜利，而且呢，我们也有很多的战友啊牺牲了。哎呀，那个时候啊，满街上那些人，大家就拥抱啊、欢呼啊，就满街上都是人了，就是哎呀，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大家要回去了，回家了，回家了，就这样子吵啊。然而，和平的希望很快又破灭了。日本撤出中国后，东北和其他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权力真空，国民党和共产党迅速抢占地盘，内战一触即发。1945年9月3日，国共两党开始在重庆谈判，双方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和毛泽东签署了和平与民主建国的协定，史称双十协定。但是协定的墨迹未干，双方就兵戎相见了。内战之初，蒋介石凭借美式武器和装备的优势迅速占了上风，毛泽东和其军队不得不撤出延安根据地。但是在随后的4年中，毛泽东却反败为胜，在军事指挥上再次显示出他的天才，最终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共和国宣扬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建立政权。至此，毛泽东和蒋介石两个人之间几十年的斗争终于出现了一个明确的结局。中国大陆历史传记作家叶永烈说，蒋介石与毛泽东是中国半个世纪来历史的写照。这个我可以用尼克松总统的一句话来概括。因为尼克松总统曾经说，中国过去的那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三个人的历史，就是毛泽东、周恩来和蒋介石三个人的历史。是毛泽东跟周恩来实际上是一个人。所以也就是说，中国过去的半个多个世纪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和蒋介石两个人的历史。毛泽东都引过这个孟子所说话，就天无二日，就是中国这个国家就不可天上不可能同时出现两个太阳，也就是中国只能有一个太阳，要么就是蒋介石，要么是毛泽东。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能够最终战胜蒋介石，夺取政权呢？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张玉法教授认为，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毛泽东运用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我一直在想这么一个问题，比如说共产党他在江西被赶走了，所以25000里长征啊，就跑到陕北去。我前几年我也到陕北延安去看，我在思考这个问题。这一批共产党，什么什么湖南人，什么四川人，他能在一个语言不通的陕北建立基础，这是很不容易的。可以看得出来，他的政策是对农民是有非常大的吸引力。那再加上在抗战期间，又利用抗日来动员民众，动员这些农民，所以在抗战期间，共产党在大后方建立了非常多的基地，他们叫抗日根据地了。那到抗战胜利结束的时候，他已经可以控制到1亿人口，
所以这个毛泽东他的基本策略说是以农村包围城市嘛，因为中国的城市很小，城市力量也不大，农村是非常广大，农民是非常的多。张玉法教授还谈到，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成功的运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最重要的原因是毛泽东对中国农民的需要、农民的问题、农民的性格了如指掌，而且毛泽东的做法又从根本上不同于传统的农民运动。张玉法教授说，他比传统农民运动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利用了现代化的组织、宣传、控制，所以这个农民是非常好控制的，你只要给他一点好处，给他尊重，特别是他分了一些大地主的土地给贫农，或者是办点减租减息运动，让农民有点好处，这农民就拥护他了。所以蒋介石国民党的政权基本上是在城市地区。相比之下，蒋介石的政权则存在着许多问题，其中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国民党政府官员的贪污和腐败。日本战败后，帮助国民党参与起诉和审判日本战犯的中国律师裘少恒回忆说，蒋介石政府的腐败使他失去了知识分子的支持。南京政府的腐败的人所共知，那不是说谁怎么大家都知道公开的这个的，南京这是腐败透顶，是吧？南京政府的腐败人所共知，大家都知道这是公开的嘛，真是腐败透顶。南京政府一道命令，老百姓有金子和美元的都要交出，卖给中央银行，他给你金元券，好像几块金元券就是一块美金，如果不交那就办得很重很重，所以逼得人民都要把钱交出去，没有几天金元券就不值钱了，换句话说，把你的钱都收走了。国民党的阴谋就是把人民的财产一夜之间都变成零。蒋介石的儿子蒋纬国认为，国民党的腐败问题与当时的经济困难是有关系的。我一定要说公道的话，任何一个政府里边，在任何时候都是会有若多若少的我们不愉快的这种情形啊，有不合理不合法的事情啊，这是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府、在任何一个时期都会发生的，何况在普遍的经济状况如此困难，经过八年战争之后，自然会有若干人士受到物质上的引诱。蒋介石与毛泽东写下了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大陆传记作家叶永烈对蒋介石和毛泽东这两个人做了详细而生动的比较，他首先列举了性格很不相同的这两个人之间的一些差异。我觉得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个人也是非常有趣的两个人。你从表面上两个人完全是两种性格的，蒋介石坐在那儿是完全是毕恭毕敬的，是军人姿势。毛泽东坐在那里呢，用尼克松的话来说，就像一袋土豆啊，倒在那里，他躺在沙发上，他就是这个姿势。蒋介石绝对不是这样子。毛泽东喜欢抽烟，蒋介石不抽烟。毛泽东他喜欢吃辣椒啊，喜欢这个非常浓烈的这些事情，这个蒋介石喜欢清淡，他甚至不喝茶，他就喝白开水。这个蒋介石作息制度是非常严格，一早就起来，军人作风，然后就是开始工作，他晚上是按时休息的。毛泽东是相反，他白天是睡觉，晚上是要工作的。毛泽东说话很幽默，他是诗人气质，他诗词写得很好啊。我觉得蒋介石他就没有这种幽默作风。还有就是你看看两个人的字如其人，你看毛泽东字是龙飞凤舞，那是非常潇洒，蒋介石字短短整整。蒋介石不善于言谈，毛泽东是可以说他讲话一讲就讲多少小时都可以。他们两个出生也不一样，毛泽东是出生一个农民家庭，蒋介石是出生于这么一个盐商的家庭。但叶永烈接着说，
尽管这两个人在性格和生活风格上有这么多不同之处，但中国这两个年龄相仿的历史人物之间，在某些方面又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两人婚姻道路很像，这个蒋介石原先有个原配，这个毛泽东有个原配罗氏啊，这个毛泽东后来的婚姻也是三次，蒋介石也是三次。还有就是他们两个对故乡这种观念是共同的，还有就是他们那个生活，这个共同存在的时间呢，也很多。蒋介石比毛泽东大几岁，那么蒋呢比毛早走几年，但是当中有将近80年是两人共同生活在这个中国的时候，而且他们彼此成为两党的领袖之后，彼此都是为一方面要对付党内的事情，一方面就对付这个对方，因为他们都懂得这个枪杆子里做政权。黄维是蒋介石的一名干将，他回忆了在内战中战败并被共产党军队抓获的经历。8年抗战之后啊，谁也不想打仗，我也不想打仗。那蒋介石嘛，他就教训我了，这仗非打不可了。给共产党，你要不把共产党这个消灭，那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啊。8年抗战之后，谁都不想打仗，蒋介石就教训我，这仗非打不可。你要不把共产党消灭，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了。这我就没话讲了，他是我的老师嘛，多年的长官嘛。我们行动慢，装备重，一边打一边撤，我们的阵地一点点被解放军攻下来。在那个情况下，我就下令逃跑，还救了一些人下来。我和副司令是坐战车跑的，后来我坐的战车出故障了，不会动了，没办法，我就下战车跑，到处都是解放军，他们把我抓起来做了俘虏，我被关押了，改造了27年。下战车了，跑，到处都是解放军，把我抓起来，又做了俘虏了，所以我这个是关押改造27年。黄维当年十分效忠蒋介石，愿意为他献出自己的生命。那么对于蒋介石这个人，他有什么评价呢？这个人啊，由我来讲啊，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这个人由我来讲是个了不起的人，是个英雄。可是他的办法还是中国旧的那一套，所以失败了。我替他卖命，最后替他行葬，替他庆忠，庆忠到底。这个也可以算吧，替他庆忠嘛，庆忠到底。蒋介石退居台湾，毛泽东在大陆建立新政权，这将是我们下期节目的内容。